凡一，我跟你说过很多次，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开开心心的就够了。三爸，把这两部手机先送回政务房，别让其他人知道，尤其是凡一。凤嫂，你怀疑头啊？不告诉他，不代表怀疑他。 况且这条线有你帮我，不用担心。怎么样？有遗言了？我知道谁是凶手，我真的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